肌肉拉伤怎么快速恢复？如问医生特邀专家权健，陕西省中医医院骨伤二科主任医师。肌肉拉伤在运动的时候会经常会出现，怎么快速恢复呢？我建议大家做一些局部一些冷冻治疗，包括咱们这个运动员有的喷雾剂，冷冻喷雾剂，包括咱们的冷敷，它会缓解，症状会缓解。但是呢，肌肉拉伤是非常麻烦的，你不要说疼痛缓解，我也不能去做剧烈运动，等它肌肉达到恢复好以后再去做运动，不要着急，一定要做出这个康复治疗。再一个，咱们首先在运动前一定先做一些准备运动，让使肌肉完全活动开以后再做运动，这样的话就避免肌肉的拉伤。再一个就是说，是咱从办公室每周做的时间过长的时候，不要着急去锻炼，先做准备运动，准备开了以后再做运动，这样的话就使咱们的肌肉不太容易出现拉伤。